经过蓝星科学家的不懈努力，我们终于掌握了超级吞噬病毒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钢铁巨兽失去平衡，警报，方块星遭遇蓝星突袭进攻，蓝星人打过来了，给我冲额！队长，蓝星人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我们方块造型大军的身体怎么会如此脆弱？忘了告诉你，这是改良版的吞噬病毒。有俺金刚在此，一个苍蝇也飞不过去啊！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的故乡是蓝星，你却跑到方块星给敌人开门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们是自己人，放过我！我是方块星的守护神，方块神龙，入侵者受死吧！我这刀枪不入的身体竟然直接被融化了！你再刀枪不入，也挡不住蓝星的吞噬病毒。这是蓝星的史前恐龙，竟然被方块星的基因技术复活了！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好痛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没想到方块星隐藏得如此之深，竟连蓝星的史前霸主都造出来了！幸亏发现得早，发现入侵者，按照指示统统歼灭。这应该是方块星最后的力量了。不得不承认，方块星的科技的确十分发达，但是在病毒面前，科技就是儿戏。蓝星人，现在才想起来求饶，晚了！从你们入侵蓝星的那一刻，你们的命运早已注定。蓝星人，你们不要赶尽杀绝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们是方块星的平民，不是我们要对蓝星发动战争的。求求你们别杀我们！我们蓝星的平民被你们入侵的时候也是这么恳求的，可结果他们都死了。此时间，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和平才是宇宙的真理。